997劇場之愛戀二千小時。我相信人只会在睡觉的时候，大脑才会同灵魂联成一体。日间的大脑因为要忙住应付身边发生的事情，没有空间是被灵魂进入，所以要等到夜阑人静，我们肉体上面的眼睛合上的时候，进行休息的时候，心灵的眼睛就会依时张开，同灵魂交换心事，于是我们才会做梦。自己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时空追寻着一个人，其实这个他从来没有正式地露面过，因为每次在重要的关头我都会扎醒。我肯定我很爱他，而且很熟悉他。有一次我梦见自己是一个穿着婚纱的新娘，在教堂里面的一角向着教堂的门口张望，在这里等着迟到的新郎。对不起啊，我离时了啊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我答应过你的事我一定会收诺言的嘛。我想梦见跟他有关的梦都是美丽、神秘和甜蜜的。虽然我到现在还未曾看清楚他的样子，不过我有一种强烈的信念，我们一定会再见。我是我是我是我的共来缘尽共交半杯，无形无味暗里暗地一些些的夜，长流长夜冷对冷月残留残梦，始终始终还有运动，有唱有足个性仿似风。隔离房搬了一个新房客来，我对他的认识只是限于杯面的牌子和他的孤独，因为他放在厨房的碗筷都只有一套，似乎不是很喜欢招呼朋友。我认为独居并不等于刻薄自己，就算一个人吃东西都应该拣一些有营养的嘛。习惯一个人的我呢，制造了好几款可以预先做好而又可以保存一些时间的食品，首本戏呢就是豆腐汉堡素扒和西柚柠蜜了。今晚黑我的心情出奇咁轻松，因为可能再冇拍拖嘅枷锁啦。于是我将啱啱买翻嚟嘅材料，整咗十几片嘅豆腐汉堡、菠菜意粉拌沙律酱，再整咗一樽西柚柠蜜，全部都将佢摆晒雪柜里边，再喺厨房门嘅外边贴住一张告示俾新嚟嘅租客。杯面的确是很方便的，但是对阁下没什么好处呢。雪柜里面就少少意思，希望你各位喜欢吧。我喜欢我的邻居都健康的，虽然呢我还未曾正式跟你打个招呼。估不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好，多谢你啊，我胃话好味。这里有份贴纸，希望你用得着。哦，原来他叫做阿乐。阿乐放了一套名片贴纸在微波炉上面，有各种颜色的花和我的蓝字拼合在一起的。我开心感觉跟阿乐已经正式认识过介绍过，有一些期待着真正见面的时候。